镜头一打开，这一张照到荧光幕上去了。啊，再关下来换第二张，它速度太快了，一秒钟24张。我们在荧幕上看到，哎呀，好像它在动了，其实它没有动啊，它哪有动啊？张张不一样啊。所以你知道，看把底牌先揭穿之后，相似相续下的，我们这个世界，此一句佛号，正如要解所示，即是众生本觉理性，故知此界而能念之心啊，即是如来果觉。我们要细心体会啊，这一句佛号就是六字洪名啊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就像藕益大师在要解里头所说的，他是众生本觉理性，理性就是自性。啊，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他把宇宙万事万物用六个字来代表啊，心、想、信是能生能现，相是所生所现，这是最高的一个层次啊，宇宙的缘起啊。第二个层次呢，理事，理事是阿赖耶了啊，理能变，事呢所变，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所变啊，能变里面有因有果，所变里头也有因也有果。你看，用性相离识因果六个字，全部包括进来。啊，这个里是最重要的啊，就是要晓得自信呢，它是能生能现，它不变啊。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就是这个境界啊，所以它叫一真法界啊。到离世这个阶层能现啊，这个能变所变，那变成阿赖耶识了，那这个里面现象无量无边啊，它不是不变，变化莫测啊，刹那刹那才变了啊。我们当时学这个时候也没法说不出来 啊，所以我就想起小时候玩万花筒，那么简单，万花筒你看这个东西结构三个玻璃片啊，里面放几张不同颜色的这个纸片放在里头啊，你这样去转，你看它里面那个变化啊，你怎么转找不到一张相同的，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讲阿赖耶起作用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就像万花筒一样啊，万花筒不停地在动啊，一个念头起，一个念头灭，啊，前念灭，后念起，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什么现象？是一种相似相续相，不是两个相相同的，没有，根本没有相同的，相似，啊，相似，像我们看电影，啊，我也找了这些道具。这是电影的教学啊，这电影的底片
啊，你看他在放映机里面，一秒钟24张，啊，那个镜头开关一幻灯片嘛，镜头一打开，这一张照到荧光幕上去了，啊，再关下来换第二张，它速度太快了，一秒钟24张，我们在荧幕上看到，哎呦，好像它在动了，其实它没有动啊，它哪有动啊？张张不一样啊。是你知道看把底牌先揭穿之后相似相续下的我们这个是这个世界。啊，那么电影你看看24张就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。我们就以为是真的了。那佛说我们现在这个里面的这个速度是什么呢？是1280兆分之1秒。这样的速度。在动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24张就把我们骗了啊！现在告诉你，一秒钟多少张啊？1280兆。啊，这是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。啊，所以有没有东西存在？没有，万法皆空。啊，那我们常讲因果不空，因果不空是对什么说的呢？对相续说的，相似相续相讲的。啊，这个里头有因果，告诉你要小心谨慎。啊，向上一着呢，向上一着因果也空了，到常寂光因果就没有了。啊，回完全回归自信的，哪来的因果？啊，常寂光里面连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都没有。啊，可是他有见闻觉知，所以见闻觉知是心得，变成阿赖耶，就是一念妄动的时候，变成阿赖耶了，阿赖耶。就把自性里面见闻觉知变成受想行识，迷的时候他受想行识，啊，你像江门博士用水实验，啊，水会看会听，那那什么？那受想行识啊，啊，受想行识的源头是什么？源头是见闻觉知，自性里头的见闻觉知。啊，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。啊，那佛说的这么清楚，说的这么明白，这科学家没说到的。啊，正报我们含毛毛端，一报微尘。都是这个现象。啊，我们通常讲刹那生灭，啊，这是真正的概念呢，你还没办法体会。啊，要晓得弥勒菩萨所说的，啊，这个一弹指32亿8000年，我们从这里才得到一个概念。啊，无论是毛端，无论是微尘，啊，这都属于物质。啊，物质现象里面，它就有见闻觉知。啊，我们现在是迷了，迷了，换句话讲，都有受想现识，一毛端里头都有。啊，一切毛端，一切微尘，通有啊。啊，那现在科学家，我们佛法讲微尘，啊，它的名词，原子、电子，啊，粒子，啊，讲夸克，那都是讲的微尘。啊，这是物质现象，有没有精神？有，有受想行识。
啊，基本粒子它里头有受想行识。啊，它在变化。啊，它听什么人指挥呢？什么人在变化它呢？念头。这我们的起心动念。啊，它随着我们念头在起变化。我们的念头善，没有一样不善。我们念头不善，就没有一样是善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